环球如何进一步的扩大两国的经贸合作，非常诚恳地交换了意见。在伊拉克的问题上，中方认为，最近法国方面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非常适时的、积极的、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，中方表示欢迎。要突出。 但是中国对于前景是有信心，在联合国内外双方要密切配合。照片，照片，他们照。 Thank you.